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我们的新 EP 之已经发布了。今天呢，我要挑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演我们的新歌《要你管》。要你管才怪！管我，管我，做天才还是鬼才？要你管才怪！看我，看我，做特别的存在。还要提一下另外一首歌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首歌呢，旋律非常的动人，大家一定要去听听哦。腾讯 APP 搜索我的名字，多多给我留言哦。